好，接下来为大家表演这个钢珠走七窍啊，把钢珠呢从嘴里边儿咱们呢吃进去，从咱们这个眼睛里边出来啊，大家看好了啊。大家注意看啊。一颗啊，咱们再来一颗。好，两颗钢珠啊，咱们呢全部给出来了。好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谢谢。双击666。